你，这是台湾人民演过成功庙的声，这是台湾人民演过成功庙的声。啊，请大家合掌，共念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同修。佛经、道经、圣经、可兰经，各有不同的接引众生回归自性净土的法门。啊，世间的所有一切有为法，梦幻泡影。都只是短暂借我们序言来珍惜当下的缘，结未来生更长远的缘。所以我一直鼓励同学们来学易经，啊，了解大地风水的调和法则，啊，不要等到违背了风水法则，违背易经法则以后再来修整入，那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佛经、佛陀开示我们有两种的修行方式，一个在家，一个出家。出家的好修行，在家的难修行。但是在家你所体验的一切是非常的丰富，可是呢，我们人往往了，你把在家修行的方式要拿到出家来用，可能是用不上，各有因缘。你出家修行的方式要拿来在家入世的修行方式，有时候也有所不同。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本唯心圣教是中华文化道统7353年的伏羲氏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其中涵盖了连山与归藏。连山归藏的大道就是风水学，所以风水学是不可说啊，这个道还有我们的九宫，八卦，连山归藏是中华汉文化啊，九宫八卦是持有文化啊，但是我们两个文化都相互的应用，所以才有先天八卦。先天八卦是连山归藏，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后天八卦就是九宫八卦。今日的韩文化，韩国文字，就后天八卦所演绎而成的。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素养，可是他的道都是宇宙虚空地球上
不变的真理，各自因缘在天上界个人所领悟了，在世间上又展开一场演绎。所以本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在道家师行演绎，将过去所有文化融为一炉，成就为鬼谷文化。这个都是天地之间，也不是属于谁的，是属于大家的，属于人或是空界大家所需要的。尤其连山归藏之意，连山归藏呢，就是风水学，山河大地的风水学。风水学离人最密切的，最贴切的。你居住到一栋好房子，你到里面你心安，心情愉快，你就能够悟道。心情烦闷，你要悟道，等到死翘翘以后，那安呢哈，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的法门就是连山归藏，先天八卦、后天八卦融为一炉的鬼谷文化、维新文化所以维新包含的84000个法门的道和法，都在我们的心中刚才我们第六届的师兄施金龙师兄最近买了一个工厂地他要规划问我说先请圆泉法师好不好，那是最好。圆泉法师他是中华民国第一位建筑学与风水学融合为一的博士当然房子工厂你要建设要设计，一定要先依法来设计，来一些建筑，等到我们搬进去了，你就能够顺畅顺手。若是你违背了易经风水道的法则的时候，那等到失败的时候，你再来修忍辱，没福啊！再来修忍辱，成就为忍辱仙人。仙人是什么意思呢？仙人呢，都是山上的人。你就躲到山上去了，仙人就躲到山上的人，就是为仙人。所以好多世间上很多冤枉的大众，你的住家风水你错了。本段节目由你没有如华，结果住进去了什么都不剩，夫妻吵架有时我们一位在台北非常得到赞叹的校长夫妻在今年春天的时候有一场我们的春酒在台北，好多的校长在一起大家请吃饭嘛这位校长和夫人说，叔你我谢谢你，我们吵架了几十年，原来我看到你风水学讲房间门不要对冲结果他的房间的门跟老婆的门是对冲，所以夫妻吵架了将近30年现在已经改掉了，夫妻好多很，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原来对风水学有点说迷信，现在应验了，所以30年来夫妻相互的忍耐忍让忍让忍到最后忍无可忍了，怎么样？忍无可忍的时候
十个九个拼起来，没有一个人说算了。你们会不会这样？忍无可忍的是啊，算了算了，不要跟你这样，不要跟你计较啊！啊，这从哪里来？我们要找原因呐、啊。所以我常常出去的时候，一到信徒家里，啊，看一看，哎，我感觉你的房间门都没有照文公尺，啊，吉祥财和本。结果两个都是你和口熟，所以全家乱糟糟，你已经违背了五百世来圣人所留下来的尊严。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回去找五百世之间的智慧，不简单啊，不简单。所以在维新圣教的法文里面，王禅老祖传了好多好多的妙法，各位要会用，要会用啊！所以不要等到说，哎呀，错了，这不，怎么办呢？失败了，那时候再来修，哎呀，佛有说要修忍住先忍呐、啊，我来忍住忍住，但是你已经拖人一大堆了啦，啊，被你拖了一大堆了，啊，烦恼了一大堆，你也烦恼一大堆了。那时候再来忍住，你可以忍，别人不能忍啊。社会上大家都在修忍，为什么不修防患于未然呢？所以修行，个人的修行，你可以去学学习做人处事的方式，能忍尽量忍啊。但是呢，在我们入世的人，你少不了一个房子啊，包括这个道场，寺庙道场，有时候你要修忍住，也忍不了呢，忍住不了。就南部有某一间的佛寺，啊，一年呢，啊，就到高雄道场来拜老祖，希望帮他看他的啊道场。啊，风水学怎么样？结果我到他的道场，啊，发现了他的风水学是一塌糊涂。都是从后边来进去了，这边围起来没有路，在这白虎边铁工厂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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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腔，我跟这个住持法师说，你要修准耐，要修准入哦，把你们在这里修行的人都是口舌不断的吵架，吵不完，甚至拳头来，又不会啦。我们的这一些修行的都很有涵养，嘿嘿，我就一楼一楼的看到第三楼，啊，看了里面的布局，很多都错了，都违背了风水学的法则。我说你们最好都调一调，不然的话哦，住在这里很难修行。你们要修准入。啊，我三楼来到下到二楼，三楼呢两三位女众在那边打架了，喊救命啊，喊救命哦，救命哦，谁怕我哦？我法师啊，他们在游戏有点胜哟，游戏啦，应该胜啦，啊，等一下又撸花撸大虾，赶紧爬上去把他们拉开。啊，你要怎么修？怎么忍？环境人有环境，你就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任你百般的忍耐，你可以忍，别人忍不下来。而你在家里，你可以忍，你家里人涵养不同，啊，定性不同，你没有办法忍下来啊啦。
所以各位同修，佛经里面说与五百世做准入仙人里面的禅机太大太大了，包含了五百世五百生在世间上你所体验的各种酸甜苦辣受贫富贵贱等等，这都是我们学道修道者我们应该懂的。所以刚才我们释金龙同修啊，闲事呢，他要我去帮他看工厂，你先请建筑师去先看啊，到有疑问的时候再跟我讨论啊，大家来修一个皇冠与未然与其无所伤，就是要用意，你用意可以利人也可以利天啊，不然的话很多活菩萨来世间了，哎呀真的要去刀红摆我要抓死啊，很抓的啊，比如说这一个家人风水错了啊，你要我哎呀师父你来我刀给我摆了好不好，我明明知影恁家的风水，唔着，逐天冤家，逐个冤家多济。我要去恁家，逐天听你的苦水哦。要食你一块，啊，一块饼要甲摆的时哦，我先听你甲烦恼苦水念念的，啊，再我食一块，我嘛食袂落啊，对不对？啊，同学啊，是不是安尼？无换恁啦，啊，有一口罩。要请你去因家做神做客，啊，当咧冤家，啊去咧，你先听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讲到你叫阿忍啦嘿，事实上你巴肚已经枵到安尼啦，伊枵到咧讲伊的代志，啊，爱换你忍大声，是不是咧？忍住嘛，说五百世做忍住仙人。啊，鱼儿鱼一类所在，任何一个处所，我们这当然要修忍辱，但是你怎么忍？啊，佛祖他在菩提树下，啊，七天七夜，在那里，若是不开悟，绝对不起来，甘愿死在树下。啊，他还是要水来维持肉体的生命，然后做努力做反省忏悔，啊，加实践的功夫，啊，等到他悟了，要去找他的五位徒弟，啊，经过山区，啊，肚子全部空空了，所以啊，啊，就昏倒过去了。牧羊人，啊，是仙人，化为牧羊人。啊，急的奶给他给佛祖回家，啊，所以那一些一起修行的弟子们看到这样呢，哎呦，佛祖敬你寿怎么样？啊，就离开他而去了。哦，所以世间的修行，你要如何才是真正正确呢？啊，所以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可得，只有把握当下。肚子饿了会死啊，那么这身体会死啊，你还有明天吗？没有吧。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吃物件，啊，吃东西，说啊，一直爱吃素，那么吃素未当超生。我告诉各位，哎，你哪，刚才讲这吃素，啊，出事。那是叫我们戒杀生，你不要为我而杀生啊！啊，你有他家，你随顺因缘，你要感恩。所以那呢，感恩词，虽是给予一点水米，但你的功德大如天地之恩泽，我们诚心的感恩与惜福，阿弥陀佛。你家呢？啊，你就是把肚子填饱，才能做事，才能做利益大众的事情。所以有的人，哎呀，我要忍，要忍，一等忍无起来，两等忍无起来，三等忍无起来，四等搁忍了，煞死翘翘。迄敢真正有智慧？无智慧啊！所以忍辱仙人，各位同学们，这句话啊，这里非常有深奥的禅意啊。像刚才这间佛寺，
这件活事呢，我告诉他那个工厂在那边，你再怎么修也修不好了。那最后怎么办？没有办法啊，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到最后闹跑而已啊，因为你没有那个能力在那边忍受这个磁场的游离电，让你的心烦，头脑混沌。所以风水学非常的高深学问，风水学非常的有道理。又有如我们在南投有某一家大佬的佛事，大佬佛事在二十几年前，我到了那一家佛事去拜访老和尚。老和尚呢，他的身体不好嘛，在吃药。我说呢，老师傅啊，你头痛哦？是啊，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看时间告诉你说头痛了、头天用意啊，用意就到几点几分，成卦六爻动就头痛。所以我说你这个药吃没有效哎，师傅啊。是啊，我这个药吃了好久都没有用哎。你问题在哪里？你都盖了一个新的大殿，白虎昂头，本身白虎昂头又有官司，出家人有官司很难看的，不争也不取也不贪也不争也不吃，为什么会被告？我说叔啊，你这个的大雄宝殿，你盖起来了，变成你这本殿的白虎昂头。北后丫头，兵妻主、奴妻主、外妻呢？是啊，隔壁那个人哦，很没有道理。我的土地让他占了三公尺，他还告我哎。我说你赶快长庚的大殿虎边再盖起来，以大殿做主，那你就四平八稳。这样哦，风水学嘛，他我很忍耐，我说不要忍了、免进嘛。你赶快盖起来，让四平八稳，盖好了，那一位隔壁那一位老阿公呢？他到南投地方法院把他撤告撤销了。他问他：“你为什么告我？”我认为你出家人很好玩，看你好生好胜啊，所以我给你管，看有法度无？就结了嘛。所以就风水学。既然有人，你就受磁场的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身边周围人的行为啊。所以你要修忍辱，与其这样，不如先学道，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和安心的道理啊。祝福各位。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学们，《金刚经》的奥义，大悟其外，细悟其内，用在人，有人的奥义；用在事，也有事的奥义；用在物，有物的奥义。无论任何一部经都有人事物的奥义。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们绝对要修学一切法，你才能够了了分明。尤其易经，易经的奥义真是大悟其外，细悟其内。曾经有一位老信徒，他对于生化科技非常有研究。有一天，他发了心，要来为我们易经大学八卦天心池。那个水池有
开污浊，所以他就以他的生化科技啊，要来帮我们解决这问题。我说多少钱没有关系，你讲，好，我绝对会照付。所以到现场去看了，啊，我们博士班的同学也一起去了。哈，你看，我用手挂掐指一算，我跟这一位老板说，你要怎么方法来帮我们把这一个水把它能够澄清起来？他说用他的药放下去就好了。我但是呢，你放下去，我的鱼会死翘翘。我里面有那个鱼的吼，现在一条将近有50斤，你们有空去看，那个蜗牛叫什么味？啊，由我们啊，这九隐工业做机械老板赵董事长，我们东山班的同修啊，他布施的有8条，叫什么味？叫什么味？叫等的蜗牛啊！我上次你这个下去鱼都会死翘翘，锦鲤鱼7000条都会死翘翘，那怎么办呢？啊，就啊，说没有，不会有问题。我挂一张水雷屯，动第五爻。水雷屯第五爻，官鬼爻动，化水，土化水。叫熊狗狗狗，到时候动物里面的鱼也死翘翘了，所以回去了。经过2年快3年，前几天啊，他的朋友才在问我有没有来，我没有来，都不敢再来。啊，为什么？防患于未然，我们要先知，要用意呀。所以任何一件事情，你在细无其内，就化学品细无其内，大无其外，建筑物大建筑物啊，有时施金龙啊同修的，他要盖的那一个厂房也不小，也大无其外。你要符合风水学啊，若不符合风水学，免惊你没烦恼啦。哦，当你烦恼来，你再做忍辱忍耐忍耐忍耐，做忍辱先人，到最后你爱被山顶我的仙人啦、啊。仙人山上的人嘛，仙人的山上的人叫做仙人啦、啊。要做到山上去，哦，对不对？嗯，对不对？哈哈，哎呦，所以刚才老祖传给我们帮助啊，修行人。一个非常好的智慧，可以帮助你的信徒弟子学习防患于未然，欲其无所生，不要等到失败了你再要来怎么样来亡羊补牢，都来不及了啦，灾灾的啦，摸摸骗骗啦。所以有一次在也10几年了，啊，一位啊出家修行的男众带着2位朋友啊，以他的信徒来到仙佛寺，我还在问事啊，他的朋友呢啊就排队了问事，我说你这拖拖拖啊啦，你也需要拖拖拖啊，开始要去走路啊，你爱进没有看进来哦，要忍过一年你才有机会需要背起来。因为老师啊，我马仔已经没过啊，马仔支票怎么跳啊啦，你怎么忍？啊，万一工厂怎么做事业怎么可以投资呢？因为万师傅这里甲讲的啦，我师傅甲讲的，啊，师傅是安尼甲讲的呢？讲我感觉都会杀你呢，你的感觉是无明啊？怎么感觉？废话。那么你好了，现在你把这个你的大护法拖开完给我起床啦。你接下去你怎么修道？你不要来行。所以很多修行
做这些东西摸摸骗骗，啊，我们不可以这样。我们现在求的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就是用意。这是最上乘的法门嘛。所以《金刚经》开示我们的大意，啊，佛开示以五百世做准入仙人，告诉每个人过去五百岁以来都有成功与失败，失败了 就修准入，成功了阿玛爱修准入，哦，无论成功与失败都要修准入。所以各位，你了解到过去五百世吗？我自己，我了解到我过去二十八世以来，啊，投胎转世过当军人被杀死，啊，当军人，当荷兰的军人杀死一大堆人，啊，还有投胎，啊，转世为，啊，海底的大白鲨，那时候我都没有杀众生，我的嘴是开开而已，鱼都跑进去了，我就活起来而已，我没有杀他们，啊，但是大家也结了一个缘呐，是恶缘和善缘呢，姑且不论呐，所以我们五百世里面，任何人都有五百世，不是只有你五百世，佛陀、释迦牟尼佛、抉择啊啊，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去的五百世，有如本维心圣教，啊，尊天华子。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恩怨情仇，中华炎黄二帝和蚩尤打仗，把蚩尤打败了，到历史来五千年来一直记载的，啊，炎黄二帝是我们的共主，啊，把蚩尤族呢列为恶魔，所以这五千年来，蚩尤的后裔也不亚于，啊。炎黄二帝的祖孙们，结果自己的祖先被污蔑为魔鬼，心里的这障碍有多大呢？所以才有五千年来三千七百六十二次大小战争，就这么悲情的中华民族啊，包括现在的中华两岸的同胞们，都是还在斗争，还没斗完。何时了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要为蚩尤平反，怎么平反？啊，这国家就没有办法平反了。我们一个小小的凡夫修行者怎么平反？王禅老祖有妙法，要从宗教、神道关怀解冤释结。把五千年前的炎黄二帝请过来，啊，把啊蚩尤帝也请过来，再着陆展开炎黄二帝还有三与蚩尤的和谐，啊，这个解冤释结，借由宗教的方法啊来解冤释结，啊，借由啊大孝。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啊，由海峡两岸世界各国华人来到台湾一起参与祭祖，啊，解冤释结，终于在五年前，啊，这个三族的和谐已经获得一个阶段性的圆满，终于中华民族后裔现在大陆中国大陆。已经有了中华三祖堂、中华三祖文化博物馆、啊，中华三祖庙，啊，这文化，这解冤释结嘛。所以蚩尤族在有一次我帮他安坐的时候，他开示了，他说我忍辱五千年呢，忍辱五千年呐、啊。听起来好难过，哭了，我哭了。蚩尤族啊，你好冤屈哦，忍辱五千年。啊，所以各位同学们，我们过去五百世以来，
每一个时代都有机会碰到战争或是无名天灾天魔劫难煞神等等，每个人都有机会会碰上。那么当下生当下世，现在我们有这个好姻缘啊，王禅老祖给我们平台一起修行，一起来用宗教的法仪来做消灾化解，我们大家一起一起诵经诵经诵经啊，诵经的功德天无量的大。所以我们啊，过去生都有机会都是忍辱仙人的化身。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告诉代表每个人过去都有五千年来啊做忍辱修行人啊，好不好？至于蚩尤族啊，我要把这蚩尤族哎借着宗教关怀来平反。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啊，中国大陆河南省统战部长还有宣传部长还有他们的啊政协主席人大主席一起请吃饭啊，问我说你要为蚩尤平反，不可能。我说绝对有可能。哦，他为什么有可能？你知道你上一世是姓什么吗？你知道你前500世以内你姓什么吗？你现在这一世是姓常而已啊，过去生你知道500世你姓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嘞。你过去生500世，我相信好多生生世世是蚩尤的后裔血脉耶。那你既然在骂你的自己的祖先，非常不孝啊！啊，问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连叔父啊，那怎么办？我说一年后再看。啊，到了第二年的时间，差不多这个时间了啦。啊，韩国来一个杀手锏，啊，将孔子登记为韩国的祖先。啊，豆腐什么都登记为韩国的祖先，啊，这蚩尤是韩国的祖先，蚩尤打败皇帝，打败神农帝，啊，跪地求饶，造成中国啊大陆受不了，啊，为了要把孔子请回来，是自己的中国的祖先啊圣人，啊，就赶快在世界上花很多钱，到处成立孔子学院。只有挂牌子没有实质啊，啊，要把这个争回来，啊，这就是蚩尤的反扑嘛，已经忍住5000年了啦，啊，所以到了第二年，我们又到大陆去，他一起吃饭，他说：“哎呀，叔父啊，你哦，啊，你的嘴很毒哎。”我哪里毒？是真理呀，啊，啊，我们要有活血宗教的素养。哦，不要对祖先大不孝，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了嘛？现在中华三族已经起来了啦，得到整个中华民族后代后裔们的肯定，所以我们每年的1月1日要祭拜中华民族三族以及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我们不要在大家时时刻刻修忍辱，做忍辱仙人，能防患的先预防，不能防患的我们还是要先忍下来一下，还是要修行，要有智慧，否则的话啊，我们一直在忍耐忍耐忍耐，忍到最后忍无可忍的时候怎么办？发生战争，发生了啊，毁灭性的啊，浩劫，这都不是真正修行人应有的态度和见地。所以维新贤士同学们，我要大家认真诵经，祈求世界和平，消灾化劫，啊，成就人间净土，维新净土，这是有原因的啦。啊，也让各位有机会学习做人，学习做神。
学习做菩萨、做佛、做圣人的因缘机会嘛，听有无？啊，你要做忍辱仙人，还要做圣人，圣人啦、啊，哦，这我就足欢喜啦。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修们，大家好好的领悟这个真理。啊，所以啊、你要看佛经。读《金刚经》，你务必要有相当广义的了解世间事，啊，广义的来阐解世间一切人事物的幻化和变化。啊，幻化是无中生有，变化是有为法和无为法融合为一的妙法。啊，所以《金刚经》啊。开示我们，只有把内在的智慧开发出来，你才能够当下性。你这一生，从现在开始，自己建设一个唯心净土的世界，自己的家一个唯心净土的家庭，那你这一生你就不会白走，啊，不要啊，在想哎呀，我做忍辱仙人呢。啊，忍辱仙人是过去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做过忍辱仙人的啦。啊，在过去生无量劫来，人投胎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度，都有机会做忍辱仙人。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浩劫，啊，到时候逃窜、逃命，忍到最后被杀了，呜呼哀哉。我们的灵性又跑出来了，等到一年到了再去投胎，那么今天大家好有缘哦，投胎到台湾这一块净土来。台湾是中华民族最优秀民族，住在台湾呢。哦，不要以为说，哎呀，现在大陆很有钱了啊，哦，我们没有钱呐，钱并不代表一个人的人格哎，啊，真正的人格要有素养，有涵养。有修行，有修为啊！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他开示我们：台湾是一块修行的净土，台湾是一块成佛的净土，成道的净土。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啊，把自己的唯心净土建设起来。唯心净土的基础要了解到《易经》和风水学。然后以佛学三合一，把它融为一炉。当下性，各位已经是贤士了，啊，贤士了，到最后的成就是为圣人，啊，所以圣人不做，你要做什么呢？啊，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大家要好好领悟，啊，《金刚经》佛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啊，这五百世，哎，我做准入仙人，啊，这个于尔所，这几五百世其中一世，你在做准入仙，啊，仙人也好，众生也好，你的任何一个时间点，任何一刻。啊，你要有佛所开示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着相、无事相。啊，没有做事相的执着的时候，啊，你才能够啊，这里啊，你才能够也跳离我执，你才能够悟到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他修行的啊，整个的七天七夜的过程啊，这都是佛在开示我们。任何一部经文它是比前和比后啊，比左比右，比喻你，比喻我，比喻他啊，这都是用相互的交换立场来唤醒我们的觉性，唤醒我们的悟性，唤醒我们的清净性，
唤醒我们的佛性啊。所以今天我希望各位同学们，我讲了这么多，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果，所悟了以释迦牟尼佛当时所悟的整个的过程，人生过程所悟的完全同样的境界。你们当下即是佛，当下即心即佛，即身即佛，是身是佛，是心是佛，就是佛陀的圣身、法身和化身，三身即以一身啊，就如来的法身、圣身和化身啊。今天的时间关系啊，到这里一个段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本段节目由许林应丸闲适合家。